第一次来到现场，蛮难得的，可以看一下他们的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。还期待等一下的节目。能够有幸来到飞碟电台的话，我想要跟我爸妈说，妈，我在这。我也觉得我现在非常的期待，然后我也很想知道他的后续发展到底是什么。我就是一直都还蛮喜欢这个，感觉还蛮开心的工作环境。然后今天第一次有机会可以来参观，很期待的。再见。站起来，我们要准备进攻咯。阿宅反抗军电台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民国100年6月12号星期天晚上的阿宅反抗军电台的节目。这里是 FM 920飞碟电台，我是朱学和。今天的来宾是本节目首次有回锅的一位来宾，有一位勇者男性打电话进来，跟一个女孩大胆又深情的告白。我知道你现在有在听那个广播，然后我要跟你讲说，其实我很爱你，也很爱你的三只狗。又很暧昧的气氛，然后渲染了整个录音间。可是呢，那时候节目结束的时候，现在没有太多时间的时候，我还是要问一下 Elvin， 请问您今天的看法是？我会再观察一段时间。好，太好了，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。那想说，好，过几个月看看这个男生，这个勇者男性，到底可不可以追到这个女孩？但是最近，有一个难过的消息，就是勇者小毛他已经确定出局了。哦，这真的好恶哦，你看，这真的好恶哦。但是我。虽然有点尴尬，但不可免俗，还是要问一下。所以要问这个，我差点把他忘了名字了。小毛确定出局了哈？对啊，我们这5个月发生很多事情。这五个月发生很多事情，吴玛丽，你笑不高兴感觉？没有，我只是想到外面有狗就开心。我要飞飞，好好玩吗？我要飞飞。来，变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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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不可以稍稍透露一下，怎么会这样呢？看起来双方也是郎有情妹有意，然后也很乐观，因为有互相踩到对方的地雷。这个交往都没有开始就会踩到地雷，现在网友开始在暴动，说什么让专业的来啊，然后这个交给我啊，这种东西，哎呀，不要听网友在那边瞎讲。你这种是小三头。哎呦，是吗？我觉得不是啊，小三呢？小三觉得更远耶。也不是，那个胸部大。什么？没什么？爸比？没有，不要用有色眼光看我，爸比。没事。我希望找到的男生是，他可以爱我比他爱他自己还要多。我比较自私啊。也不是啦，吴玛丽，你觉得？这样子提出来要求算不算合理？我不行，大部分的人都是爱自己，因为我觉得他如果爱我比他爱自己多，好像太疯狂了。妈，又穿得很恐怖的，传说中外星人绑架的袜子，这很恐怖。他那个袜子很惊人，我每次在录音间看到，我都会觉得很震惊。然后小毛他失败了之后，那你们的关系变得怎么样？其实，在公司有时候上厕所或走来，上厕所会遇到。会啊，就是你在办公室走来走去倒水啊，干嘛？要我就以后都带一个大水壶，然后穿尿布，就再也不去厕所。因为我养的这三只狗啊，是跟我之前男朋友 ，OK， 前男友的遗产一起养的 ，OK， 对，然后前男友会回来看，不会吧？他有时候会带狗出去。哦，好 ，OK， 所以这个好，请继续。对啊，就是有时候他想要会，就是想要带狗出去啊，或是买东西给狗狗。可是小猫他非常的很介意，对，不能接受这样。我刚才听完还蛮认同那个小猫的地雷啊，嗨，有点你也不爽对不对？如果这样子，所以有点着火了。如果不确定是不是以后永远会在一起的话，千万不要送宠物或者一起养宠物啊，这个不但会害到自己，然后你还会害到后面的人，这种行为。很糟糕，就像排队的时候拿那个雨伞或小板凳去插队是一样。因为我前女友她有2个，花6个，可是不方便的，基本的道义在。对啊，三只狗来了。除非你，干这狗一定要打断我们很严肃的讨论，对不对？奇怪，哎，不要听我耳朵啦。
兴奋的超超多。哎，我耳朵很敏感呢。男生跟女生吵架的时候，其实我很讨厌一点，就是说他会脸很臭。可是他什么，就是你问他说，假对，就说哎、欸、你怎么了，然后说没有啊，没事啊，没有啊。今天的节目不知道怎么搞，我一直觉得压力很大。我觉得吵架就太早，没有，我觉得他是测试。到底觉得谁测试？小猫。小猫在测试什么东西？就是他觉得说他想测试他在他心里面的重量。这什么干？你不要以为农友性经验多就听他的。不行不行，前男友现在求和或者是不要求和又不可能。不是，因为他有跟我，因为他有跟我讲说，哎、欸，那你如果你真的觉得他 OK 就好。妈屁！我也讲这种话，多漂亮，对不对？明知道不可能，看这个女孩可恶的，哎，隔壁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干嘛。果然是公子献丑，荆轲刺秦，就是这故事，有没有？就意思说你埋一个地雷，然后对方就砰就中招，然后就，是不是？吴玛丽有没有听懂这个？啊，你前男友知道小毛子吗？知道。你看。是不是要我也这样做？你看这个暗黑兵法，来，你现在也单身对不对？我知道你现在跟另外一个男的暧昧，你就故意跑去看一个狗，然后让那个男的知道，万一男一直沉不住气就中计了。哎，就应该这样子，彼此互相测试。人生就这样子啊。男人也要为难男人。没有听过一句话吗？跟我讲，兵不厌诈，这就叫战争。好，今天怎么现场这么激动呢？前男友你要。就是应该要避免这种状况，基于一个道理。可是他不是约我们一起跟狗干，他不是带狗去玩。可是他是要见面啊，不然是鬼把狗给他。见这个面你也要在意。变牛啊！你觉得是说？对了，前我觉得前男友干今天一定要那么复杂，就对我要跟这么多人交往，所以一直说前男友可能还是喜欢他，所以随便要来不管就对了。也没有没有没有，有农友又觉得不是，我觉得那你不要插嘴，不要问当事人啊。他不是一个会那个，如果他知道你有男朋友，他就不会了。对他玩，他不是一个会死缠烂打的。对呀、okay. ，对嘛，他也这样觉得。我就是只想出去玩而已，你们干嘛？你要吃啊！你要吃啊！所以今天非常感谢 Elvin 来到现场，现在不会对爱情有点失望。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没有注意到，而且他真的也对我很好。嗯，只是真的，人生之中没有缘分是不能强求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，谢谢各位的收听。下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，欢迎各位来收听飞碟电台的反抗军电台的节目。我是朱璇，现场来宾是 Elvin， 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拜。或许这样的结果可能出大家的意料之外。说真的，就是他对我很好，可是我觉得我事情还没有处理好啦，可能我现在也。需要好好想一想，就是说，刚可能就是观众问的问题啊，就是说，哎，那如果之后有男生出现，那还是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，那是应该怎么样做比较好？哎，还是说大有更好的建议可以跟我说，也可以。好，谢谢。他的一些谈吐，还有一些讲话的方式，跟他的灵机应变，就是真的很厉害。这么尴尬的一个话题都可以，但被他处理的蛮有趣的。男女这些问题，还是。要靠相处下去解决啊，然后这个拿摄影机的是我哥哥、啊，其实下次可以帮他增油、啊。那个朱大就不要那么小气了，花一点时间给他。感情的事就真的没有必要勉强，而且我觉得希望男主角跟女主角还是一样可以当好朋友的关系，然后也不要再那么僵了，因为真的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。男女感情的事情呢，就是要好好处理。如果听那个广播的观众朋友，记得把握住那几个机会，这样子。OK， 那无印良品又合体了这样子，然后那个我们准备要在那个朱大的节目开演唱会，那让我们来合唱一首《掌心》，不过呢要你们按时收听节目才听得见这样子，对，不然笑一个。